主料，酱豆250克，干蚕豆100克，辅料，油，盐，准备时间，2小时以上，制作时间，10分钟内，干蚕豆浸泡水中，制软，然后取皮包成豆瓣，将豆洗净，切短，做锅放油，先炒蚕豆瓣，待豆瓣基本软了，熟了，加入酱豆，再加点盐，要适量，最后加适量的水炒熟。烹饪技巧，干蚕豆尽管已经用水泡涨了，但还是不会很容易熟的，所以一定要等蚕豆瓣基本熟了才可以放酱豆，要不的话蚕豆会硬硬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